调半针，缝两次。最后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。藏线头的方法都一样，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。这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进去就可以。另一端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即可。我就不继续演示了，大家注意，袖口到后肩这部分不需要缝合，到这里缝合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进行钩边，一共三圈，分两个部分钩织，分别是主体位置的钩边及袖口处的钩边。其中主体部分的钩边一次完成，袖口处需分两次进行。这里我用成品说明一下钩边顺序，先讲解主体位置的钩边。首先，从左前片的门进处起针，往上勾到领口位置，然后是后肩处，接着到另一个前片的领口和门进，然后再沿着下摆边缘钩织，最后回到这个前片的门进处，按照这个顺序钩织三圈，袖口处挑边缘钩织三圈即可，钩织两次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的条纹针、短针两针的加针、短针三针的加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。我先演示主体部分的钩边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。首先第一圈需要在左前片的门进处留出扣眼，找到门进边角位置，挑第一排边缘的短针或者起立针，起针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，也就是一个洞眼勾三针短针。在第一针上做标记。接着挑边缘处的短针与起立针，一一对应勾三针短针。后面进行留扣眼，先两针锁针。下方对应跳过两个短针，在下一个短针处继续不加不减勾三针短针，一个扣眼就留好了。往后为了织片边缘比较平整，除了留扣眼的地方，后面每勾三针需要空格一个短针的距离，
现在已经完成了三针，往下跳过一针短针，在下一个短针处钩织三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然后空格一个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勾到下一个扣眼位置。两个扣眼间隔两到三个早行针的距离。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。只要在这一侧留出五个扣眼就可以。位置平均分配。无论大小码，留扣眼的方法都一样。两针锁针，下方对应空格两个短针。其他位置每钩三针短针，空格一个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侧钩完。后面到了领口预留的短针位置，同时完成了留扣眼部分。接下来是一个拐角，为了边缘平整，这里需要加针。挑起拐角的这个短针，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。大家注意，无论拐角前是什么针法，这里都需要钩织短针三针的加针。完成后，继续按照每三针空格一针的规律钩织。钩的过程中，遇到肚线的位置，将线头放于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纹理藏进去。到了减针部分，这里挑边缘的短针减针，短针及起立针动眼，对应钩短针，每三针空一针。往后遇到拐角的位置，都钩织短针三针的加针，其他位置按照三针空一针的规律钩织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到下摆部分。到了右前片的门禁拐角，同样钩短针三针的加针。后面是下摆位置，这里为了平整，分别挑辫子剩余的半针，一对应钩短针，不需要空格短针，把下摆部分钩完。钩完最后一针短针，在教扣位置引拔。
挑起轿扣上的整个针目。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领拔完成。领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第一圈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勾第二圈，这一圈拐角位置需要加针，其他位置不加不减勾短针。接着上一圈的线头起针勾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往下挑相邻位置，也就是上一圈加针的中间一针，在这里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，一个洞眼勾两针短针。完成后继续挑相邻针目，一一对应勾短针。遇到扣眼位置，挑起锁针下方的大洞，勾两针短针。往后遇到短针位置，不加不减勾短针。扣眼位置挑大洞，勾两针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勾到领口的拐角处。到了拐角位置，同样需要加针，先一针短针，后面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。然后一针短针。可以发现，加针都是在上一圈加针的中间一针上入针。往下遇到拐角位置，均挑中间一针，勾短针两针的加针，其他位置不加不减勾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完最后一针短针，由于下一圈需要勾织短针的条纹针，这里挑轿扣的外侧半针，勾引拔针。同样，引拔针要拉紧。第二圈就完成了，往下勾第三圈，这一圈需要勾织短针的条纹针和锁针。条纹针的针法为挑针目的一边勾织，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挑起下方辫子的外侧半针，也就是引拔穿入的这个洞眼，勾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这就是一个短针的条纹针。
接着一针锁针间隔，这里锁针与下方的针目对应，跳过相邻针目，往下勾一个短针的条纹针，挑起对应针目的外侧半针，勾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，往后每勾完一个条纹针都有一针锁针间隔，同时需要跳过相应针目，所有边和拐角都按这样的方法钩织，不需要加针，方法比较简单，往后我就不演示了。最后这里如果剩余针目为双数，可以直接勾一针锁针，然后在跳扣位置挑针目引拔，多空格一个针目也没关系。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后面进行收针，先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。从教扣的位置往左数两个辫子，钩针从这个辫子的背面穿入，勾住预留的线头，拉出，再从背面穿入引拔针的辫子，也就是线头下方的这个辫子，外侧一根线，将线勾住，拉出，稍作调整，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。主体部分的钩边就讲解完了，往下讲解袖口部分的钩边，方法与主体钩边一样，只是袖口部分没有拐角。第一圈按照每三针空一针的规律钩织即可，遇到最后几针与规律的针数对不上的时候，可以调整为两针空一针或者四针空一针，不会影响成品效果。完成后第二圈不加不减钩短针，第三圈钩织短针条纹针与锁针，方法与之前一样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到这里钩边部分就讲解完了，最后安装纽扣，我们先标记出位置，这里我已经标记好了，我说明一下位置，将背心平铺，把左前片与右前片上下对齐，把扣眼放于右前片钩边的第一圈位置，找一个对应点做好标记，这个就是纽扣的位置，其他位置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标记。标记完成后